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？富贵贫困不一般。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。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担命该然。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夫眠。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。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报应循环。呵，怎么想起背这么一出来？感慨命运。命运怎么有什么可感慨？你看看啊，老听人说，哎呀，命运如何如何啊？有的人说这个瞎说哦，啊，封建迷信，不信。哎，这个玩意儿怎么说呢？嗯，反正我呀，二三十岁的时候，我什么也不信，也年轻嘛。四十岁之后，逐渐的又重新的看待一些个事情。哦，啊。人对宇宙的理解最多是5%啊，那不多。很多事情你不能说你看不见就没有，是吗？对，有的时候好多事很难讲。比如说，这儿放着两碗米饭，哦，这碗米饭被人吃了，嗯，吃完之后经过消化排泄到厕所，嗯，这个就是他的命，这碗米饭的命。对，那碗米饭没有被吃，啊。没有被排到厕所，是，这就是他的运，哦，都不一样。当然了，摆了些日子没人吃，最后长毛了，还得扔到厕所，还是他的命。这都是定数。咱俩人的命就是说相声的命，啊，就一直说相声嘛。所以说，踏踏实实，端正心态。嗯，啊，所谓的命运这东西呢，也不好讲。我们也不能说你不了解，你没看到什么什么，你就说都没有，也不科学。没看见就是没有吗？你也不能这么说呀。哦 ，WiFi 你看见过吗？啊 ，WiFi 有。你没看见 WiFi， 你能说没有 WiFi 吗？那肯定有啊。声音你也没看见，看不见。你能说它没有吗？啊，秦始皇、包公、朱元璋、岳飞，哪个你都没看见，你能说它没有吗？对呀，对吧？嗯，你没看见我去你们家，我就没去吗？这话题转得太快了吧，您这个。我这个意思您得听明白了，就是未必眼见为实。对。所以说只要把心态调整好了就行。嗯。说相声的心态，什么叫好心态啊？是。就是好好说相声。就认命。你看这玩意儿很奇怪。哦。哎呀，这帮说相声的，哎呀，就有人喜欢。嗯。这帮说相声没人喜欢。是。有人也问我。嗯。有窍门吗？嗯。有。哦，还真有窍门。各位带着笔的，你们都记一下啊，可以记录。哎，出门之后你们照我这法来，你们就都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相声艺术家。那您说一说，不久的将来你们会接到赞比亚的邀请啊，大盆的恩熙妈等着你们。算了算了，相声怎么能好啊？是雅俗共赏，这么简单呐？天下没有比说相声更聪明的了，是最灵的就是艺人。哦，哎，你看这个演员，你看人家说的没有屎尿屁，没有伦理，没有什么，人家多高雅，如何如何。嗯，你得问他在哪儿演的。哦，演出场合不同。今天台下3000科学家，我们怎么演？哦，明天给领导去演，我们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对，后天村里边丰收了，搭个台子站在那儿顶风冒雨说，怎么说才能把这钱挣下来？嘿，什么叫好相声？嗯，合适的场合，合适的地点，用合适的技巧说合适的相声给合适的观众听，就会有合适的效果。这也不容易，你瞧，啊，都灵着呢，啊，都灵着呢。你说唱昆曲，昆曲人唱昆曲，《游园惊梦》《牡丹亭》，吹个笛儿，人就干了。对，过去最红的时候，比如人家上王府唱去，哦，王爷坐在这儿，带着几个福晋，嗯，娘娘。做一帮妇女哦，你就跟着唱吧，吹个笛儿，游园惊梦。嗯，说明天啊，咱们村里边大丰收了哦，哎，山坡上搭一台，底下50000老乡，嗯啊，你跟着唱，你就得连跺脚，再喊，再弄，脱一光膀子。嗯，老乡们觉得你卖力气，哦，他认这个艺术的存活跟他生存的背景是有极大关系的，是。那是没有办法嘛，对不对？嗯，不要单纯的评论，哎，必须要雅，必须要俗。那个是不讲理的哦，你雅你也雅不过昆曲啊，昆曲是很雅呀，对不对啊？那这清朝那会儿，
官方要求必须唱昆曲，唱地方戏算犯法。哦，不让唱地方戏啊？乾隆四十四年，嗯啊，来了一个唱地方戏的演员到北京，叫魏连生。嗯，那红了都不行了。哦，啊，太红了。后来好多昆曲演员找官方，就把这个人愣轰出北京，不让唱。那么王道呢？不让唱啊。嗯，但是又过了些年，乾隆五十五年，乾隆过生日，嗯，又欢迎天下地方戏进北京给皇上贺寿。哦，这个过程叫花雅之争。嗯，地方戏这回再来那不一样了、哦、啊，就都大伙儿团结一块儿，最后形成的才有的京剧。哦，所以说单纯的雅和俗没有意义。嗯，你雅你雅不过昆曲，昆曲太俗也不行。太俗怎么又不行了？好，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。这啊，谁看的呢？没人看。嗯，今儿观众这素质有待提高，我觉得。对。加钱也不行，嗨，不是钱的事儿。真是的，您能给多少钱？去，不说不是钱的事儿吗？啊，去，下次再说。嗯，所以说这个单纯的雅、单纯的俗，嗯，都不合适。对，什么叫雅俗共赏呢？嗯，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，我嗨，别老提这个了，你。我们需要让于老师准备一下，这个他只会脱裤子唱昆曲还不行，这得现学。在后台我也告诉说相声的孩子们要努力，一定要努力。你要努力了，你就会成为相声一哥。对的，你要不努力，你就是相声一哥们儿啊，一哥们儿，差远了这个。那就差了太多了。是，好好说相声，养家糊口。挣钱吃饭，一路玩意儿惊动一路主顾，一路宴席款待一路宾朋，这不假啊。不同的节目一定有不同的观众，大伙儿爱看、嗯、这就挺好。是，对不对啊、嗯、大饼卷一切，万物皆可添富罗。好家伙，还有这么总结的呢。对，反正干了这么些年了吧、嗯、我们这都从小学相声，这做科嘛。啊，我是七岁开始学评书。哦，评书的底子。我说书出身。哦，九岁开始学相声。哦，八十年代末的时候说相声实在是不挣钱。嗯，我就跟着唱戏的那些个小班社。哦，哎，就出去跑连外，我们叫。还唱过戏？唱戏唱了五年的戏。嗯，京剧啊，评剧啊，河北梆子。嗯，天津啊，北京啊，河北省、啊、周边各县、啊，就唱了五年。哦，所以我这个过程跟于老师学艺不一样。嗯、于老师他是先到这个甘肃啊摘苹果。然后啊，他去，我这别提了，我都跑遍全国了。那、嗯、相声啊也好，京剧也好，电影也好，其实还有一小窍门，就是合适。您再说说什么叫合适？主要是合适啊。这个举一个小例子，比如说咱们出去吃饭吧。哦，对，就是出去吃饭。吃饭，于老师老北京啊，吃个炸酱面，很正常。您到炸酱面馆，您比如您带着您的女朋友。啊，年轻的时候，那倒不重要。哎，别不重要，我现在要带着女朋友。哎呀，我怎么一说，观众一听，哦，这是假的，就完了。您把这说前头啊。哎，于老师有一个女朋友啊，女朋友说，你看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给我买块表吧。哎，我这打哪儿拐来这么一女朋友啊，我这。哎，高峰的姨啊，嚯！于老师，行，你跟我这么久了，嗯啊，天天的咱俩人偷偷摸摸也不容易啊。还是别人都我要给你买一块大牌的表。哦，好表、啊，我带你买表。嗯啊，咱们先去吃饭吧。先吃个饭很正常。俩人先去吃炸酱面，这都不像买表的时候啊。嗯，就先这么一说呗。啊、哦，生活化是吧？啊，吃炸酱面，炸酱面馆啊，那伙计，您去过，尤其北京啊，嗯，那炸酱面馆都是肩膀搭一个毛巾。对，于老师来了。哎，就是，哎呦呵，二位里边请啊，搭茬儿嘛。啊，快坐您的啊。哎，这儿擦着桌子啊，跟聊天一样。两碗啊，两碗。好，两碗小碗干炸。小碗干炸是炸酱面馆要敢跟你说小碗干炸，这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。这怎么代表身份呢？一般的炸酱面啊，嗯，头天半夜他就炸了这么一大锅，
哦，这一锅酱搁在炉子上，一直咕嘟着咕嘟着。嗯，谁来了，端面来，夸给你盛上点酱，吃去吧。哦，这就炸酱面了。那么小碗干炸？小碗干炸是讲究啊。我们四个人，哦，叫四个小碗干炸。嗯，每一碗的酱都是单独给你炸的。哦，单一锅，单独炸完之后，给您这一碗。哦，您还有一碗，再炸一份酱，倒到您碗里边。是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小碗干炸是单独给您炸的酱。这个讲究，这就上讲究了。哎，两个小碗干炸，是免青豆。哦，不要青豆，不吃豆子，免青豆啊。好多来几瓣蒜，哦，两瓶啤酒，是啊，十个腰子，好嘞啊。我是吃面去的吗？我这个一看您这脸色这气色啊，啊，十个腰子不要钱，白吃啊。好，腰子养的。哎，这你看这个状态，嗯，你看服务员说话这样就很接地气，要了东西，嗯，整个人觉得这就是合适随和啊。嗯，您俩人出来再奔大牌店，哦，你看那个服务员就不一样了。买表那大牌店对吧，俩人这吃炸酱面。哦啊，这女的还得说呢，是，你看我对你那么好，嗯，你给我买块表啊。啊，对，一会儿就买，别老提了。啊，吃，俩人擦擦啊，擦擦嘴。嗯，这酱都擦脸上了。嗯嗯，擦完了买表，对，买贵的那个表，是好表啊。俩人就奔这个 Seven Eleven 了。对啊， Seven Eleven 卖表吗？我这反正就买表。是，我给你买个包。哦，还买包？哎，好不好？好啊。这女的乐坏了，太好了。哎，对啊，你比我那个老伴儿对我还好呢。对，这都是我干农活的时候攒下的这个。嗯，俩人就大牌店吧。啊啊。你看大牌店的服务员再出来穿西装打领带那就不一样了啊。嗯，头发梳得很好。嗯，啊，于老师您好。认识，这是您的女朋友啊。啊啊，于老师，嗨，这怎么回事。我哎哎嗨嗨，干嘛？我们不是正经的那种夫妻，我们也不是。我跟他说这么清楚干嘛呀？我就说就过去买东西就完了。 啊对不起于老师，打扰，对不起啊。啊，您来看个包吧。对呀。 啊这一款是我们今年新出的，是啊，配秋冬季短款貂绒，非常的得体。哦，啊，丹尼，把那包拿来，让于先生看一下。好，你看他这个状态，嗯，跟炸酱面馆他就不一样，俩风格了吗？所以这就叫合适。哦，这么合适。这两种服务方式一掉个儿，嗯，就不像话。反着来也无所谓，都是卖东西。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给我卖块表，又重新来一遍啊。好，先带你吃炸酱面去。啊，炸酱面馆于老师先带着妇女吃炸酱面。是炸酱面馆的伙计啊。嗯，穿西装打领带，这不也很绅士吗？啊，金丝眼镜。啊，对，于老师您好。来了。哦，嗯，哦哈，这是您的那个搞破鞋的那个？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我用你猜这关系吗？我对不起哈。啊，欢迎这位女士。完了吗？哎，于老师介绍，是不是我的原配太太啊？我也是闲的，他有自己的老公。你说这干嘛？啊，我们是一个意外的机会走到。你吃不吃面啊？你干嘛去了？请坐。啊，欢迎来到老北京炸酱料理旗舰店。这还旗舰店呢？这是我们今年秋冬季新款面酱给您炸的。是吗？配两样面的宽条，非常的得体啊。可以可以。汤姆，有，把那限量款的那蒜拿来。哎，这让于老师嚼一嚼。这玩意儿还限量呢，你听着就难受。这就不好听。这吃完俩人一擦脸，嗯，好家伙，还是那酱。嗯，这回该带我去卖表了吧。哎，对，还没忘这茬呢。卖表，带我卖包去吧。啊，对，去吧，俩人走吧，买包去吧。啊，到卖包这儿，嗯，一进门卖包的大牌店，这都肩膀搭着毛巾啊。啊，很接地气。来你来买包来了。有于老来了。认识啊。嗨，这是您那三儿吧？啊，你管着管不着啊。于老师解释呢，嗯，不是，我们不是正经夫妻，他也不是我女朋友，还是三儿吗？啊，确实，他有老公，我们行，低调，请把监控关上，我们不方便，太见不得人了，不可以。哎，来，哎，刷短视频那个，别拍我们俩，别拍啊，我们来看包来了。是，啊，您呢，于老师啊？于老师，您看这包吗？这包今天新出的啊？是吗？特别好，就是不好卖啊。啊，那什么那个，哎，秃子。把包给于老师拿来瞧瞧。哦，于老哪于老师？就是勾着大娘们的于老师。这还什么乱七八的？我说打算卖不打算卖了这个？你看您听这意思，您就听得明白，啊，对不对？他这两种服务方式讲究一个合适，
得体啊，不得体还真不成，不得体就坏了嘛。是，先掌握这个之后，我们自己还要调整自己的状态。哦，哎，你看有的演员吧，他就是开场的条件，第一个节目，哎，你看啊，比如说一般一个相声专场，我们这专场，如果不是专场的话，大概是七段相声是一个晚会。哦，有的人他的命就是开场的命，就老是头一个。我们边边大的那个说相声师哥有这个，对，你给他搁了开场，山崩地裂的。哦，好，哎，有的呢就倒二最合适。哦，压轴，倒数第二是他。嗯，他能让观众不走不上厕所，保证最后的底角上来底还好看。哎，你看看你但是你看他挺好，你给他搁到最后，观众就全走了，就没人看了。你看好多事情很难讲，嗯，人力可为，人力不可为。怎么着还人力可为？有的事情人力可为，有的事情人力不可为。您能举个例子吗？这太抽。 你看啊，做艺的人啊，搞演出的人一定要明白什么叫人力可为，人力不可为。就是有的事情人可以设计，有的事情人不可以设计。怎么人还可以设计？怎么设计？比如于老师啊，于谦老师，您现在不是相声演员了。哟，那我干什么呢？您是一个电影的演员。啊，影视演员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您要求上进。是。您要成为一个三级啊。我要成为一个三级演员，还是我要拍一三级电影啊？什么叫三级？您说清楚。那么大岁数，窝窝戳戳，什么话呀？您现在是四级演员。哟，我还不到三级呢。低了。哦，您要努力成为一个三级。那太要求进步了。是啊。啊，您在北京八宝山电影制片厂，干嘛拍完就烧啊？是怎么着？有八宝山电影制片厂吗？谁一听都知道这是瞎说，这不是，这就省心了啊！你万一真说你是哪个电影制片厂的，你知道谁哗站起来往外就跑，我要举报他哟啊！他讽刺这个电影制片厂，咱别没事找事啊，对吧？他一到那儿一说，那个郭德纲说了，八宝山电影制片厂，人有关部门也得说滚，哎，人家也不信，两省心啊，两省心。八宝山，您现在就是八宝山电影制片厂的一名优秀的四级演员。那就谈不上什么优秀了，很优秀。您拍了很多的影视剧的作品，我还有自己的代表作。你拍了不少电影啊？是吗？床头床尾，床上床下，床前床后，嗯，床塌了，床碎了，嗯，愤怒的邻居等等。我要有这么多自己的代表作，我应该三级甲等了。现在，我怎么还四级啊？我，你单位里边演员多呀，啊，评级得慢慢的评啊，得轮，对不对啊？哦，所以说有话有一举报去了，快点！哎，这嗨，他不是，快把他弄回来！你这跑了，你这不得不防啊！没有人举报，等他回来看我怎么羞臊他的。啊。你说哪儿忘了啊？啊，那重来吧。是，于老师啊，正在摘苹果啊。从哪儿来呀、啊？您太早了，您要调到一个三级啊？我要评级，正好啊。电影制片厂最近要拍一个新作品哦，有新电影。这个电影如果能够拿奖，您一定能调级。啊、那我得参演啊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哎，您是男一号，我还主演。女一号是苍井空。嚯、哦，那有他带着我肯定行。故事一开始，您是一个大学生，年轻的大学生。好好好，一考到大学，校长就喜欢你，校长爱我，爱你。哎呀，这孩子真好。于是呢，收您当干儿子。哦，我认了个义父。哎，他是你干爹。哎，他是你的义父。好。哎，然后副校长说这孩子我也喜欢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你又认了一个义父。哦，这叫俩义父。哎，教学主任也喜欢你啊，你又认了一个义父。哦，全是干爹。哎，传达室的王大爷也喜欢你，你又认了一个义父。我认那么些义父干嘛呀？哎，学校还给你送了块匾，叫什么呀？富可敌国。
谁都跟我比不了。那当然了啊。于是你就贺号了。我叫什么？你的名字叫国民义子干殿下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的、学校里边很好、啊，然后送你去实习。哦，还都实习、啊、对，你到一个夜店去实习。我、哦、这专业到对口。那是那是啊啊。然后你我想你在夜店里边你就玩那个电磁炉啊。啊，什么电磁炉干嘛？我在烫着。那叫什么？打碟的。对，你就开始打碟、我不骂娘啊。打完碟打什么碟？怎么着？打碟。打碟。对了，女一号出现了。哟，她来了。哎呀，苍井空出现了，多好啊。苍井空看见你四目相对。嗯，电影里边这种爱情观众一看就是明白的。是是是啊，这个女孩看着你。对，我对你那么好，给我卖块表吧。哎，对，高峰的三姨跟我对手戏。什么意思？这是反正就喜欢你。哦，但是呢很遗憾啊，有一天你被夜店辞退了，干得不好。哎，这个故事需要。哦，好梦总叫尿憋醒嘛，是吧？这什么比喻？这是你也没跟那个女孩留联系方式。哦，也联系不上了。没有，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。嗯，这是句老话。哦，形容日子过得快。时光荏苒。什么叫荏苒啊？荏苒是什么？就是咱们吃饭那紫苏那叶。什么叶？苏子叶儿。哦，苏子叶叫荏苒，它这一年变好多色儿，变完了，它这叶子就完了。哦，啊，哎，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是啊。于是您就到另一个单位去上班了。我又上哪儿了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杂志叫《花花公子》，嘿，它的分社哦叫花子公子。哦，我就要饭去了。不是人家名字嘛，啊，艺术嘛，您到这儿来当总编。哎呦，我的文人了，我滴溜逮谁闻谁啊！哎，对，闻谁呀，啊？我，哎呀，大家都夸您了不起哦，有能耐。这个总编，哎呀，天赋异禀。是啊，就是天天你的义父都给你禀。哎，这嗨，义父管饭啊！哎，突然间这天你又遇见苍井空了，这不是缘分吗？你看看啊，对呀，啊。于是你想求婚，哎，应该的，不能再耽误了。那，得买了一个这么大的钻戒。这么大个钻戒，得有半斤左右。嚯，哦！如果直接的拿出来，来，我给你这个，我求婚，怎么样？太俗套子了，不浪漫。您买了20个发面的饼，我要这玩意儿干嘛呀？这么大的饼，哦，发面就得这么厚。是，哎，买了20个，嗯，其中一个饼拿开，把钻戒能搁进去，摁进去，这20个饼找一麻袋弄好了，嗯，扛在肩上。是拉着这个女孩，我们去春游吧，上外边玩去。第六，嗯，到山坡那儿，小溪潺潺，天清水碧。哦，您把这麻袋，我去你的吧，扔出去了，一抖楞，漫山遍野都是发面饼。那撒了？您拿手一指，嗯，那个，哦，苍井空就跑过去了，啊，捡起饼来，原地咔嚓咔嚓咔嚓就吃了。那个哇，他又去了哦，捡饼就吃啊，俩就没了。哎，简短接说，20个饼吃到最后一个，嗯，这是钻戒，这命也太次了，你最后一个才吃出来。于老师双膝跪地啊，求单膝双膝，哎，双膝是要认干妈，我那是。单膝跪地3拜9叩、啊，哎，这没有这么大礼，向你求婚，求婚就完了。苍井空说，嗯，同意，这同意了，电影结束。就您这剧本苍井空能接吗？这个啊，给这么些粮食应该没问题。好家伙，赶上灾害了他，这个，哎，这戏拍完了，一下就轰动了，还火了。哦呦，大伙儿都爱看。哦哦哦，最为难的是你们电影厂的厂长啊，领导手里已经有一个3级演员的名额了，就一个。这个你说这就难了。怎么难了？我是给于谦，是给苍井空，这俩人谁对我有用？那苍井空对你有用，那这比不了。话说到这儿，您就应该明白了。明白什么呀？这就是人力可为。哦，人说了算，人力可为，可以设计啊，就这几级演员给你给他没有任何区别啊，都行，对不对啊？嗯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好干，
哦，这个、哎，你有的有的，比如体育比赛也是如此。体育比赛呢？体育比赛那就属于人力不可为。体育比赛，咱俩比赛啊，咱俩是俩武术家。哦，我擅长青龙偃月刀。好，你的特长是指甲刀。我去啊！咱俩大战三千个回合，用不了三千啊，有俩回合我就成线儿了。你看，所以说那就好比啊。是啊，包括跑步，嗯，从这儿跑到那墙那儿去，可以啊。我跑一个七秒，哦，你跑一四天，我嗯，裁判得想为什么呢？不，那什么轮椅坏了呗，那就是。嗯，我跑四天，我到那儿可不是轮椅坏了吗？你看，这就你就分得出来啊，有的事好弄，有的事不好弄啊。人拿手机刷短视频，嗯啊，只要不好，马上就刷啊刷啊刷，就不看、哎、这好玩，嗯啊，看半秒是啊，刷啊刷，你这你怎么强迫大家？这没法弄，对不对啊？嗯，你包括这种演出，像今天这种商演，咱实话实说，嗯，这就是人力不可为呀、啊。怎么不可为呀、啊？是，咱俩人在上海有朋友，嗯，你看看这状态，这好几千人呢，嗯，我也不能说请好几千人看我演出来。也没这么些朋友啊，对吧？您受累、嗯、来看演出来吧。啊啊！我给您钱，给您买好吃的。哦，我再上家接您，完事打车再送您走。我这不疯了吗？那还干不干了？可说是呢。我这看完演出，人这几个女同志还站起来了。嗯、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给我卖块票吧。哎，不用，我要买不起。哎，所以说呀、啊，嗯，说相声归根结底最后一句话，你得有真能耐。是，那倒是。骗人不解决问题。没错。相声四门功课，嗯，脱鞋上炕，嗯，不是，说学逗唱，说学上炕是吧？没有上炕，对吧？啊，说学逗唱，说，嗯，嘴里得干净，这是功夫啊。学它是模仿、嗯，对，模仿表演，模仿动作、嗯，模仿各种的唱，什么都学。逗更甭说了、嗯，我们认识一个演员。啊，出国演出去，哎呀，来到酋长这儿来给你们说一段相声，人觉着不可乐，后来就捆上，差点没给炖了，是吧？好，那不是说的就是我们那个说相声得逗，哎，唱，嗯，唱指的是太平歌词，这是我们本功唱。你唱京剧、唱评剧、唱小曲、唱歌、唱这唱那个，那都算学唱。哦，人有专业的演员，我唱个京剧，人有京剧院，对，你不就学的人家吗？嗯，唯独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唱，其他没人唱啊。唱两句你们尝尝好不好？好。太平歌词，太平歌词大伙儿也都熟。嗯，最简单的艺术形式是唱好了不容易。那是，没有什么乐队呀、啊、伴舞了都没有啊，干唱。嗯、唱什么呀？好，坐舞龙捧有行家。嗯、啊，谁有什么？啊，哦，好。我只能满足你们前三位的要求啊！啊，那是。哎，你看《舞龙捧圣》《白蛇传》《单刀会》哈。啊，对。那我给你们唱一个《劝人方》啊。哎，您是什么脾气？这是，下回他们就不下了。来吧，唱几句《劝人方》啊。劝人方。嗯嗯。天为宝盖，地为池，人生世上浑水的鱼。父母养儿愚率子，子孝孙贤谁养育？弟兄们要相和与双子，妯娌们和美水帮着鱼。人生在世非容易，漆化清风肉化泥，龙游浅水遭下戏，那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得了志的狸猫换死虎，落了魄的凤凰不如鸡，猛虎岂在当道，我昆龙也有上天时，攒下了金山催命的鬼，交下了朋友护身的皮，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，树木狼林有高有低，在那山上石头多玉石少，世间人多君
问仔细，没有钱别买您那看家狗，有了钱别娶那活人的妻，去死三分别去告状，宁饿死别做那犯法的，三条大路当么劲儿走，曲曲弯弯是不低，阎王爷好比打鱼的旱也不定，来早雨来迟，今夜晚脱下了这鞋和袜，谁知道次日清晨提不提花冠彩幕两人都，死后只剩下半灵犀，空见那孝子灵前点了三杯酒，不见那死去的亡人他把酒吃，趁着胸前有口气儿在，吃点喝点玩点乐点修点好，交点朋友听点相声，那是赚地好。这叫劝人方，太平歌词就这味儿。要不说传统的艺术它有好处呢，嗯，劝人向善，教人学好，都有用。我们都是打小学的这些个，是吧？我就属于耳朵馋。怎么？哎，谁教我点什么都爱听，都喜欢。老师们教我，外边谁听？包括我小的时候 啊很小的时候说童谣，我都比一边大的孩子们会得多。您说的童谣是什么？就是小孩的歌谣嘛。啊，哎，从前有个山，山里有个洞，洞里有个锅，锅里有个盆，盆里有个碗，碗里有个勺，勺里有个豆，我吃了，你馋了，我的故事讲完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小时候都这个，这北方的童谣啊，拉大剧，扯大剧，姥姥家唱大戏，接闺女，抱女婿，于谦也要去，不带于谦去，不是，那不是，词儿错了啊，小外孙子也，我提这醒干嘛呀？我这。这原词儿就是这个。我听那个，我们那儿有演员叫张鹤伦，有张鹤伦有一次在台上唱了什么歌来着？啊，破鞋露脚尖儿啊！啊，哎呀，我的天儿！哎，对对，破鞋露脚尖儿。他下台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哪儿听的？嗯，他说师傅，这是我创作的。我说你住口吧，不是吗？我说我小的时候就有这个，就这段啊，就天津的童谣嘛。怎么天津？但是我们那个不是说破鞋露脚尖，我们说皮鞋露脚尖儿。怎么唱的？我六七岁的时候，啊，天津小孩们怎么说？啊，哎呀，我的天儿，皮鞋露脚尖儿，哦。老师让我交学费，我说等两天儿。嗯，老师找我爷，我爷卖皮鞋啊。老师找我奶，我奶卖牛奶。老师找我爸，我爸卖羊辣。老师找我妈，我妈不在家。老师找我哥，我哥开火车。老师找我妹，我妹叠花呗，气得老师流眼泪。那就这样了。这有点意思啊，这不小孩吗？小孩那会儿歌谣没有什么，后来上学了，上学了，嗯，学了那个歌谣就有一些个水平了。什么呀？档次就高了，就你看那个就挺好。比如那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嗯，土地庙，土地神儿。嗯啊，土地奶奶睡凉席儿。啊，树上有一个人儿露着小肚脐儿，嗯，我一回头看，原来是我儿。往那边上去。哪儿？这时候转头了？您这是大小喜欢这个啊？包括门口老太太们、老爷爷们，谁要会唱个什么小曲儿，嗯，我就爱跟人去学去。哦，也爱学，嗯，爱学着。我小的时候，就是我们那个我住平房的时候，在天津啊，我们有一个邻居，一个老大爷，哦，姓姚，哦，姚大爷，姚大爷，嗯，姚大爷就爱抽烟，我印象特别深。哦，哎，抽完烟教我们小孩们唱这个小曲儿。老头会啊！哎呦，我就记他拿报纸卷那个烟叶儿，呵，这瘾大呀！他这现在可能都没人抽那，那叫卷大炮啊！哎，我们小孩给他剪那个烟丝儿那个梗儿啊，对，觉着挺好，给他剪，嗯，还完事拿报纸卷，呵，啊，粘唾沫，对，他粘住了。赶紧学吧，活不了几天了，这个。你不是可爱吗？是吗？哎，印象特别深，是吗？教你一个啊，真教，教你一个，教什么呀？就哎，就喜欢我，因为我喜欢学啊。啊，对啊，姚大爷，您教我一个，嗯，教你一个，教你什么？教你一个端午节的歌吧。哦，五月端午，端阳节的歌，是是，这是一个传统文化。好，头一句就是五月里啊。啊，好，行，别抽了，你怎么那么大瘾呢？五月嘛，五月里呀，月儿照花台，
虎厅门外有人叫乖乖，原来是我的情哥来，情哥你走过来呀，情哥走过来，前门有人要从后门来，叫不你要请情的脉，你到哪里去吃酒啊，哪里去打牌，哪里贪恋人家的女裙钗，倒叫小奴挂在心怀。哎哎哎，你瞧，好听是好听，这歌教小孩不老合适的吧、嗯、我听半天也没听出来跟端阳节有什么关系。哎，对，嗯，就这么一唱，爱听，过两天又碰见了。哦，那个会了吗？会了。你还复课呢这啊？再教你一个。哦，大爷拿瓶啤酒，我还喝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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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唱吧。哎呀好，这歌反上来了。这个有一个传统的文化名著叫西厢记，知道吗？当然知道啊，那会儿小也不啊啊，你们不懂不懂啊、哎、就是莺莺红娘张生。对，教你一个啊。哦，跟教你。哎，就是这个很好听，很抒情啊。 您唱唱。嗯嗯嗯。一更里这个张秀才跳过了粉皮墙来，莺莺可就说，小奴家本是一个贞洁女儿，那么呀儿哟，跳过来跳过来，你是白白的跳过来，那么呀儿哟、哦、二更里这个张秀才把莺莺搂在怀，莺莺可就说，说什么？小奴家本是一个贞洁女儿，那么呀儿哟，是吗？搂在怀，搂在怀，你是白白的搂在怀，嘛呀儿哟。嗯。三更里这个张秀才把褂子脱下来，嗯，莺莺可就说，说什么？小奴家本是一个贞洁女儿，怎么还贞洁女儿？脱下来脱下来，你是白白的脱下来，那么呀儿哟耶。这老头就会这种题材的吗？后来又告诉我了啊，再教你一个啊，教你一个这个文学性更强的啊，但是种种原因我不能把这个歌的名字全告诉你，还背着人，前俩字叫十八，那也跟告诉差不多了。你不能让他们随便跟你学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咱们这个歌已经经过改编了。哦，改了，现在叫十八不摸。您想怎么着怎么着呗，反正。嗯嗯，还没等唱呢，嗯，警察叔叔来了，把姚大爷请走了。就我就说没不落好嘛。啊，但是我每次见到姚大爷，我还是很客气的。是吗？谢谢您，您教过我小曲儿。哦，学东西了。谢谢姚大爷啊！你这孩子嘴啊，唱不了这玩意儿。怎么了？老说不对。嗯。什么姚？哦，鱼。我姓于，要奔着我们家来，你看，不不不，不能再提你父亲了，是吧？对，因为这些年你父亲在我们的节目里出现的次数太多了啊，很多相声前辈已经批评我了。批评什么呀？郭德纲，你不像话了啊！你台上老说于谦他爸爸，对，有相声到现在一百多年了，你看谁的节目里边提过于谦他爸爸啊？凭什么都说我爸爸呀？那是假的，可不是假的吗？真正对我们来说，搜集这些个小曲小调，我们把它记住了、啊，其实对文化是个传承啊。那当然是有好处的。你包括咱们就老唱了什么《探清水河》什么的，是？你看这也多少年了，这歌。啊，那好听啊！你不光咱们这儿喜欢，你包括人家祭奠这个玉米神的时候，人家这嗨，别提这玉米神了。这前些日子，德云古曲社正式对外演出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跟张云雷、陶阳，我们在台上唱了好多小曲儿。啊，唱过这个吗？那天那唱了好多，我确实那天很高兴。是啊，有这么多观众还喜欢我们这些东西，说明传统文化不会亡。
功夫，而且有的东西你要不研究它就耽误。你包括那茉莉花，茉莉花是什么呢？你到南边来，大家更熟悉了哈。对，都知道江苏民歌茉莉花。哦，其实这个茉莉花最早出现在有记载吧，应该就是明朝万历年间。那么早啊？那会儿就有茉莉花是吗？到后来有文字记载是清乾隆年间。嗯，再后来遍地开花，也挺奇怪啊。这个茉莉花很厉害，怎么？由南到北，中国所有的省市几乎都有自己的茉莉花。哦，有不同的唱法。你看这很奇怪，哪儿都有啊，南边北边各处 啊都有。当然大伙儿耳熟能详的是江苏那个唱法。哦，江苏那个。我们上次在台上我们演的那回，其实那是北京老的莲花烙里边的茉莉花的唱。哦，那个怎么唱啊？他那个曲牌原名就叫鲜花调。哦，当年叫鲜花调，这后来改叫茉莉花，其实也挺好听。您给唱唱这个。唱进去你们听听啊。哎，鲜花调的这个。嗯。它这很长，这十多段咱们就掐一点您听听啊，长味儿 唱个味儿。嗯。好了一朵茉莉花儿啊，哎哎，好了一朵茉莉花儿啊，哎哎哎哎哎，花开花谢，是花也比不上它。奴家有心呐，啊，掐花戴，哎，有不这个看花人呐，啊，看花人嘛呀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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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真是单一味儿。哎呀，您上网搜搜去吧，有的地儿可能都没有了。是吗？哎，每个省市都有茉莉花，嚯，唱法不一样。是小曲儿啊，无外乎就是唱事儿、唱景、唱人，哦，唱故事。嗯，有一个小曲儿我是特别喜欢，哪个呀？哎呀，就是这个"混沌初分，天地不开"。哦，我很爱这个。怎么唱？啊，也其实很简单，但是韵味很好，包括里边又有滋味又有笑料，哎，观众特别爱这个。哎，那您给唱唱这个，您来特别好。哎，这"混沌初分，哎哎哎，混沌初分，啊，天地不开"啊。哎，来来，嗯。混沌初分，天地不开，才引出朗朗乾坤，花花世界来呀。都说是英雄造时势，苍天也不睁眼，就把这个英雄埋。孔夫子无时困臣才，姜太公不得势，稳坐在钓鱼台。朱买臣不得时，深山把柴砍；吕蒙正不得时，寺庙赶过斋。好可叹人生在世几十载，也无非鸟为食来，人为财。我说此话，诸君若不信，倒不如抽烟喝酒，把头烫起来。不是说我。